讲一个笑话，好好笑啊、哦！好笑，我来跟你们讲。好，有一天，鱼跟虾子在比赛赛跑，然后他们在要赛跑的时候，他们就请了螃蟹当裁判。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在起跑的时候啊，螃蟹就手举起来，就说可以说预备去，然后结果鱼就冲过去扒了一下螃蟹的头，他说你太北气嘞，这个很好笑哎、欸。在脸上啊，在我的血液里面。